说到投票，新冠肺炎确诊者获准前往投票中心投票。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指出，确诊的选民投票时必须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，而且不允许搭乘公共交通或电召车来往住家和投票中心。诺西山发文告强调，确诊者在投票之后呢，必须立刻回家，不允许逗留在其他地方。为了确保投票过程顺利和安全，不仅确诊选民必须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卫生部也鼓励其他选民排队投票的时候保持社交距离。选民也受促使用投票中心所提供或自备消毒洗手液，并且鼓励戴口罩。他也劝请还没接种疫苗加强剂的民众尽快登记，以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。